你好，你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张婷。张婷，很高兴认识你。我也是。你是哪里人？我是北京人。你是在北京出生的吗？不是，我是在上海出生的，但是我是在北京长大的。你现在住在哪里？我现在住在学校里。你多大了？为什么？我想知道你比我大还是我比你大。我今年21岁。你生日是几月几号？5月8号。你结婚了吗？没有。你有男朋友吗？没有。为什么？没人追我啊。不可能，你长得这么漂亮。你做什么工作？我还是学生。你在哪里上学？我上北大。哇，你一定很聪明。哪里？你会说英文吗？我会说英文。你英文说得怎么样？马马虎虎吧，读写比听说好。你说两句。My English is just okay. 你学英文多长时间了？我从12岁开始学英文，10几年了吧。你觉得中文难学还是英文难学？英文难学，我想外国人应该觉得中文难学。你平常喜欢做什么？做什么？我平常每天都在学习。你周末喜欢做什么？周末觉得很累，所以喜欢睡觉，有时候和朋友看看电影，唱唱歌，吃吃饭什么的。我也喜欢看电影。你喜欢看谁的电影？成龙的电影。为什么？他的电影很有意思。你喜欢看什么电影？我也喜欢看成龙的电影，我还比较喜欢看美国电影。你喜欢什么运动？游泳。我不会游泳，但是我会滑冰。你唱歌一定很好听吧？还可以。能唱两句吗？不行不行。唱两句吧。好吧。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。哇，你唱歌唱得太好听了，我也很喜欢唱歌。你唱歌好听吗？我唱歌唱得没你好听。你昨天晚上做什么了？我昨天晚上什么都没做，吃了晚饭以后就睡觉了。你喜欢看电视吗？还行，但是我住在学校，我们没有电视。如果我想看电视，我就在网上看，网上有很多东西。你喜欢吃西餐吗？喜欢。你喜欢吃什么西餐？我喜欢吃必胜客，肯德基也不错。你吃过哈根达斯冰激凌吗？吃过。你觉得好吃吗？好吃啊，就是太贵了。你去过外国吗？去过。去过哪里？我去过日本、韩国，还有马来西亚。去过美国吗？没去过。你喜欢吃日本菜和韩国菜吗？韩国菜我挺喜欢吃的。是。现在几点了？现在11:03。你吃午饭了吗？还没有。如果我请你吃饭，你去不去？可以啊。什么时候？现在。现在不行，我下午1点有事。你今天晚上有空吗？今天晚上不行，今天晚上我要和朋友吃饭。明天晚上呢？不好意思，明天晚上也不行。这个周末呢？这个周末应该没问题。那这个周末星期六晚上8点好不好？好的。你想吃什么菜？我无所谓，中餐西餐都行。你能吃辣的吗？没问题。湖南菜没问题？没问题。那好，我带你去一个特别好吃的湖南餐馆，怎么样？好的。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？我的电话号码是138-4620-9657。好的，我周五晚上会给你打电话。好的。我很期待啊。我也是。